神能汇聚，星甲变身。我们是神兽星甲超人，我们迎来了史上最强大的敌人——36天罡星。为了对抗他们，我们必须召唤最强力的星甲神兽。这些神兽不但能进行三合体、二合体，更厉害的是，他们还能根据不同情况转化为另一种合体形态。星能汇聚，超变转换。 还有具备两种形态的星甲天马，打败邪恶势力，战斗吧，超变星甲！